16度。即使妈妈发现了，也不会怪你浪费电费。Chrome 最牛逼的 Stan Smith 测评，看外表可能看不出来，我其实是个老鞋头，俗称的 Sneaker Head。因为在过往的 Ling Ling 的 Vlog 里面，我是这个样子的。Hey, where's my Supreme? 你给我，我想要。妹妹，你给我一下。我靠，真假？凯迪的这个长相在日本女生眼中十分能打几分？嗨，教授。嗨。三。但是其实我自己收藏 Stan Smith 非常多年，对鞋子、对潮流文化有非常深的见解。关于这一点，我的室友可以为我作证。凯迪是 Sneakerhead 吗？是你妈咪！我的妈！凯迪是 Sneakerhead 吗？那既然证明完毕，我们就直接开始。为什么我不去聊一些 Jordan、Easy 之类的鞋子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俗了。倒不是本身产品设计的问题，世界上十个年轻人基本上就五个人在穿这个东西，大部分穿这些鞋子的人就是很酷很炫的那种，所以我比较妖，我比较喜欢简单一点的风格。 Stan Smith 最早是设计于1963年给一个叫 Rubber 的网球选手，到了1971年的时候 Adidas 想签约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网球手 Stan Smith， 于是就把这个鞋款给了他。签约的过程非常有意思， Stan Smith 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鞋子要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是第一双以运动员名字命名的一个鞋款， Jordan 呢， Kobe 啊，抄的其实都是他当时的玩法。第二个，签约要签10年。第三个，代言费要按照销售额的5%。截止到2016年，全球已经卖出超过5000万双 Stan Smith 了。Stan Smith 的账面收入已经超过了10亿人民币。可恶的家伙，这哥们在签约后也没获得过什么重大的奖项，除了分钱以外和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说明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打网球那么多，偏偏他肥成这个样子，可恶。但是 Stan Smith 凭借自身简约的设计衍生出来属于自己的一个球鞋文化，大部分的联名款也会在设计上把这哥们的头像给去掉，换上属于自己的设计。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哥们的脸真的是不是很关键。反观 Jordan 的很多联名也不可能会把这个 Jordan 代表性的 Wings logo 去掉。2014年到2016年的时候， Adidas 控制了 Stan Smith 的生产，将产量降低，供不应求，在饥饿营销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推出限量款和联名款，把 Stan Smith 推向了另一个高峰。我的大部分鞋款也是在那个时期入手的。然后这里讲一个题外话，属于我的一个小故事。我之前在日本拍视频的时候，自己出去买东西，在车站里看到一个女生穿着蓝色的牛仔裤 Max Mara 的大衣，脚上踩一双 Stan Smith， 当时心中就浮现四个字，欲壑难填。开个玩笑，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才子佳人，就是我是才子，然后佳人也是我，我真是最棒的。再聊聊看我这上百双 Stan Smith， 我收藏里面有重磅的联名，包括 Mastermind Japan Neighborhood Juice 联名的 Marijuana，已经结业的 Head Porter， 飞董的 Billion Boys Club， 还有各种基础款不同材质的网状的 3M 反毛皮的全真皮的马毛的早期 Eddie Color 联名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纯白。然后我自己最最最喜欢的还是这双最基础款的纯白的绿尾 Stan Smith， 它不只是百搭，穿上它更有一种很 chill 的很 casual 的一个状态，感觉世界很复杂，但是你的心态依旧可以很简单。在时尚圈，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师 Phoebe Philo， Celine 之前的创意总监，好几次在 Celine 大秀的结束之后，他都踩了一双最简单最基础的 Stan Smith 出来谢幕。如果你觉得我是智障，你可以看看这个老哥他在设计 Easy 的时候大概尝试了多少种配色，那他也是智障。如果你觉得他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是非常极端的创造天才，像凯蒂这样一样，你可以扣个一。那如果你觉得太时尚，你可以扣个你的脚。最后，我想给大家看看我上身的效果。我真是太敬业了，居然打开了我珍藏已久的优衣库，99元的特价标贴了好几次，说明他已经打折好几次了。优衣库真是最棒的品牌。
帅不帅？如果帅的话，你可以抠下一；如果你觉得不帅的话，你可以再次抠一下你的脚。如果你的脚已经流血了，那你请你关掉好吗？谢谢各位父老乡亲。Again， 我拍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入手过的，觉得确实是好东西，分享给大家。无论是 Stan Smith、LV 的窗 case。还是这些牛逼的音乐作品，和价格、流量、噱头都没有关系。潮流本来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爽、买自己高兴的一个东西。如果要穿搭或者性价比，我觉得淘宝上的货是完全绰绰有余的。怎么可能你穿一身你自己很喜欢的衣服，然后出去别人看到你，哇，你穿的好潮流、好时尚啊，能跟你交个朋友，不存在的呀。更多的其实就是穿自己高兴，满足自己的一个快乐，这是我对于买潮流商品、买时尚商品的一个理解。以上就是这期 Stan Smith 种草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是良心的 OK 的，麻烦你赶紧一键三连，然后后面的分享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大量的鞋子或者大量的超高单价的单品，所以会讲深一些，讲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包括我的项链，还有优衣库